宝诺传奇 B363 氦气空压机工作站。我们这台机器有三个出气嘴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这个主要是充铝膜气球、波波气球、乳胶球。我们现在连接的是氦气罐。在不通电的工作下，这两个出气嘴是可以直接出气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气球、乳胶球，我们可以直接按压下去，给气球充气。当这个气球充到饱和的时候，机器里面它有一个二次减压，然后可以控制它气球不爆。再怎么按压，当有到一定压力的时候，它自动会闭气，不会出气，不会充爆这个气球。那我们现在来用这个头来测试一下乳胶气球，套好气球直接按压，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压力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来充波波气球。那我们现在来通电测试这个乳胶定时定量通电，按下这个 0 键设定时间，比如说我充5寸气球需要 0.3 秒，我设定为 0.3 秒，套上小气嘴，套上气球，按一下这个启动键，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乳胶球10寸，设定时间为 0.9 秒。好，我们套上气球来测试，是非常快的。这个充气的速度是与跟你这个氦气罐的一个气量跟压力有关系的，这个是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是每一台机器的出气的